起稿的时候，先要把主要的石头位置和比例关系先定好，然后用流畅的线条直接勾出石头的特点，先勾大的，再勾小的，一些很小的石头可以忽略掉。清水打湿整个画面，先从水面的蓝色开始画，水面的蓝色比较饱和，所以视频中试画了两遍，然后再把画面中的黄色和绿色分布的主要位置画好，让水分自然扩散即可。换中号的笔，趁纸面湿润时压出潜在水里石头的边缘，这时候笔上的颜料要稍微浓一点，不然这种比较虚的形状是体现不出来的。画的时候主要以突出石头的形为主，适当的把石头的暗部颜色画出来，不要太注重某个局部的刻画，因为在一个地方停留的太久，其他地方有可能很快就干了。
时候我们可以从局部开始推移刻画，从上半部分开始，先用颜色去衔接水面的变化，留出石头的浅色。石头的受光面和背光面对比特别强，所以把暗部的颜色一定要压得重一点，并且要注意暗部颜色的冷暖变化。远处的水面可以先用一个基本色画出浅的变化，然后用深的颜色在湿的时候勾画出石头的形状，这样保证了水面比较平整，又画出了石头在水里若有若无的形状。后面的大石头表面的纹理用毛笔的侧锋皴蹭出来后再刻画，留出纸面的白色斑点，再统一暗部颜色，这样质感和体积感容易体现出来。
泡在水里面的石头除了有体块的关系外，表面还有凹凸不平的感觉，所以可以用小的笔触画出一些小的色块来表示。因为左边的水面整体偏冷，所以我用一个淡淡的蓝色把左边的颜色统一刷一遍，然后再用暖颜色在一些偏暖的石头上画上几笔，表示出石头的变化。水面的波纹颜色会重一些，我们用蓝色和紫色适当加入石头的颜色，画出波纹的形状。近处的水面和石头交接的地方要稍微暗一点，对比出石头的形状，然后再把近处的石头刻画完。
现在在对整个画面进行调整，中间两块石头在画面中有点太暗，可以稍微洗亮一些。最后用白色调入蓝色，把水面反光较强的地方稍微提亮一些，把波纹的质感刻画得更加逼真一点。